给我一个 spot 啊！今天是我的舞台，不是，今天不是我的。好，很高兴看到今天大家，然后呢，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我们重力邀请了我们恩韵事工音乐事工跟我们今天在一起，我们也把袁杰远从什么地方？他从什么地方来啊？纽约把他请回来了，真的是很难请，真的这个。背后说我坏话。所以说呢，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我们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一起来享受今天晚上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崇拜的时刻。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先在他们唱歌之前，在他们要献唱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抛砖引玉，是这样讲对不对？抛砖引玉，所以我们大家先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然后呢，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等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锁定的日子》，这是一个比较轻快的诗歌，好不好？哦，在上面 ，sorry， 他不在那个 hymn book 里面，对。耶和华锁定的日子，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好不好？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一次我们请女士们一起来唱，女士们来。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最后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好不好？唱很大声。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Amen。接下来我们把诗歌本，如果没有诗歌本也没关系，我们会有 PowerPoint。翻到第88首，我们要来唱每一天。我们每一天呢，不管是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主都与我们同在。然后不管你过的是再苦难或者是很快的生活，主都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然后呢，虽然说有时候可能会伤心难过，但是想到。这么早就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从我们现在已经一个礼拜有这么好的天气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对不对？对。然后呢，听说明天会很冷，所以说大家要加一件外套哦。OK，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第88首，每一天。Oh
切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或是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慈安泰，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祝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为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的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此与良言如歌，这是他向我。再把第二节再唱一次好不好？第二节，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祝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为特事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同你日夜如何，这是他向我主的应许，就是这么的美好，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刘牧师。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晚安，真是欢喜快乐看到能够大家在这里相聚。那么我想首先要欢迎的是，不知道有没有您，因为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聚会啊。那么但是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聚会的，请您举个手好吗？礼拜五晚上团体聚会的，哦，欢迎您啊！所以我们要先欢迎您。我们也那么第二个我要欢迎的是就是在 Bever 教会黄牧师 Bever 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您。是不是有一些朋友您不但今天是第一次来，那么对我们教会来讲您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有没有？感谢主，你好，第一次来的欢迎你。那么接着我要再欢迎的就是欢迎我们的嘉宾啊，嘉宾。那但是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他们真是神要特别使用他们，他们从远从这意大利还有的是从马来西亚为了这一次要到美国来的一个巡回的步道，他们特别安排他们的时间来到美国哈。那么他们是这个恩韵合唱团，那么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就是中国人，在意大利那里学了声乐以后，他们觉得要把他们最美好的这个声音用来侍奉神，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这样子一个合唱团，恩韵合唱团。那么目的是要把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声音用来献给神，敬拜神，赞美神，同时呢也可以帮助教会来把教会的这个诗歌敬拜能够把它带到一个更高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这是他们的一个使命，这也是神使用他们，所以他们就受邀到美国来一个巡回的，先到美国的西岸，然后再折回到美国的东岸。那么我们教会原本不在他们的这个计划行程当中，所以你就可看见神特别的恩典
让他们能够在这一次来到从这个西岸到东岸，然后准备再折回欧洲的时候呢，加了一段来到了我们德州来。那么他们来，我们很荣幸的今天晚上能够有一个晚上在我们的当中啊。那么我们要特别要介绍他们，首先要介绍他们的团长是吴恩斌吴老师，您也请起立。我知道吴老师是浙江人，对，感谢。好，然后呢第二位要介绍是男高音啊，但是他是在美国，虽然他是恩运的团员之一，但是他是在美国，在美国的东岸那里有一个New Jersey 那边有一个若歌教会的这个音乐就是音乐总监，教会的音乐总监是李伟生李弟兄。那么第三位是他们的应该是男高音，可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聚合的时候呢，他唱的是男中音或男低音啊，是男中音啊，亲戚，他是林和中弟兄，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那么接着我们要再介绍也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叶老师哈，叶杰之叶老师，他是我知道对耿俐来说您是他的前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这个音乐侍奉上，在教会的施工中非常非常的摆上啊，感谢主的恩典。那么他的名字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年轻的姐妹的名字非常相似，也是叫做 Cecilia Yep。 我们教会有一位 Cecilia Yep 在哪里？在那边，名字一样，但是人不太一样。好，我们要再介绍，也是他们的女高音，叫白云白老师。那白老师是沈阳人，是沈阳人，欢迎他。再介绍一位是他们也是女高音，那她是叫耿俐。那么耿俐是出生在台湾，长大在台湾的河南人。跟我一样，我在台湾出生长大，但是是天津人哈。那最后要介绍他们的司琴，就是他们的钢琴伴奏，那他是叫李周基李老师。那么看名字是中国名字，但是他是韩国人啊，所以他不会讲中国话，他会讲韩国话，他会讲意大利话。如果您会意大利话，可以跟他沟通。我不晓得。好，那最后也有一位今天在我们当中有特别的一个见证的是袁杰。袁杰在。袁杰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是我们教会的知己，我们的肢体啊，我们非常高兴他能够，我是说肢体啊。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好，今天我还有几个特别的报告，可不可以请给我们一个幻灯片，就是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恩运诗班他们做录制了非常好，因为他们在创作一些非常好的这些诗歌，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创作都做成了 CD， 那么带到来这边可以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为大家来分享，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可以去在外面有一个展售台哈。那么一片每一个 CD 是12块钱，那么它一共有六不同的，有六片，就是六套，这样子是72。如果您要单独买也可以，或者买一套也可以。另外还有简谱或者是五线谱啊，那么待会儿可以在会后可以在外面大厅那边可以看得到。第二个要报告的是今天我们因为恩运诗班他们这一次来完全是自费，并不是我们教会并没有特别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经费上的支持哈，所以呢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们有感动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愿意为他们的事工有一些在奉献上的支持。那么那这个奉献呢就是售款，如果您是支票的话呢，售款人写给我们的教会，然后在附注栏注明是为这个恩运诗班。那个 GMMM 是 Grace Melody Music Ministry 啊，这四个 M， 一个 G 四个 M， 然后我们附注是给他们。那第三个我们要报告的是在我们今天因为他们明天呢在
丹老师那边还有一整天的事情，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一整天的侍奉，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这个时间能够抓得很紧，因此今天我们散会以后呢，可能他们就要很快的就要准备出发到 Dallas 去，在 Plano 那里。那但是呢，我们教会还是有预备一些茶点，我们盼望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完了以后可以在 Fellowship Hall 里面我们有一些彼此的这个交通分享啊。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些的报告，那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晚上的这个诗歌布道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您的面前真是要高举您自己的名，因为主您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您是那位至圣至尊至荣的主。主，我们谢谢您，您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知道您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所以我们也要看见父神您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主，我们更是愿意看见父神您的恩典临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凡来的每一位，今天我们都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要迎接您从上面来要特别加添给我们的恩膏。主，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远来的从意大利还有从马来西亚，我们的您所特别重用的这些仆人使女们，主，他们愿意付上极大极大的代价，远渡重洋来到我们的当中，为的是要来在这里为您做那荣美的见证，来宣扬您自己的名。主啊，我们就求父神您使用他们，也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看见借着他们生命上美好的见证，使我们的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得到生命上的帮助，使我们都能够得到被建造。恩主，谢谢您，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全然交托给您。主，我们知道您在我们当中，您是做主做王的，我们在这边看不见任何一点拦阻您作为的事情。主啊，我们求父神您在这里彰显您自己极其大的荣耀。恩主，谢谢您，把晚上的时间交托仰望，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恩韵诗班。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好。好啊。啊，很高兴我们来到荣耀听书会，我们与弟兄姊妹一同以诗歌来分享主的爱。我们先唱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这首诗歌当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会众跟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来欣赏《你真伟大》。一三首我们唱，第二集会总跟我们一起来唱。
Thank you.
下面给大家献上一首主祷文，谢谢。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今天唱这首诗歌叫我灵镇静，还有后面另外一首你引到这个很熟的音乐，希望你们都听得懂我唱的国语。OK，上主在你身旁，有同事教你要忍耐担当，信靠天父为你安排主掌，万变之中为主行事长传，我灵震惊，风浪依旧听主命，救主当年所发命令之声。伤苦闷与难过，
生活重担不断压在肩头，在寂寞中我今后就住江里，何等喜乐救主与我同在。你引导我使我能攀过高峰，你引导我让我乘风破浪，我变刚强只要靠在你。灭亡在最终没有指望，救主基督亲自来寻找我，为我舍命让我重获新生命，在哥哥他慈爱向我显明，你引导我使我能攀过高峰，你引导我让我乘风破浪，我变刚强只要靠在你。
was my cry. Dark midnight was my cry. Dark midnight was my cry.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may have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When I come to die, oh, when I come to die, give me Jesus. Give me Samuel Lee 的 Abide With Me， 这首诗歌送给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在任何的情况当中，有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同住，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求主，恳求主。
将生涯尽处，世间欢乐转去都成往事，四周所见都是败坏。假使我们献唱《我宁愿与耶稣》第二节的时候，请会众跟我们一起来唱。唱第二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跟我们唱《我宁愿与耶稣》。我宁愿有耶稣。
大家晚上好。这个站在这个地方有点紧张哈，因为我做见证的时候还是在这个我们老教会的时候，一下子多了这么多人，我还是先弹一段琴吧。啊，那个我因为今天这个时间的原因，我就弹一点点哈，然后大家要是想听的话，网上很多啊，我就弹一点点。大家哈，今天的主题啊，这个在座很多人认识我，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我。认识我的人呢，大部分和我一样呢，是经历了我们荣耀教会在小教会租借来的那个时候。啊，不认识我的人呢，你们更幸运，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是在每天都是在我们全新的这个漂亮的大教堂里面聚会啊，所以你们更幸运。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袁杰啊。2004年的时候呢，我带着两个行李箱，一个人来到德州留学，那时候我18岁，啊，今年5月呢，时间飞逝，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呢完成了硕士和这个最高演奏文凭这两个之后啊，顺利的毕业了。那么暑假的时候我在国内有演出哈，我碰到我一个朋友，他说，哎呀，袁杰。这个都说留学生涯很苦哈，我看你天天容光满面的哈，没怎么样，7年一过来，你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有了，我觉得你读得特别顺利。哎呀，他说，我说其实很简单哈，其实我就做好我该做的，然后呢，其他的呢都有人替我做了啊，所以呢，其他呢所有的幸运都是别人给的。他说是谁呀？
我说耶稣。很多人看来哈，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什么感谢主，一切都因着主耶稣，对吧？听起来很像是为了说而说啊，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呢，用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来说呢，是我的心你不懂啊。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讲几件事哈。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英语非常的烂，烂到什么程度哈？我有一次去银行取钱，到了银行门口那个 ATM 机，看到那个 withdraw 和 deposit， 不知道该摁哪个是取钱。好，跑回去问了个同学，回来又来了一趟才知道。看到那个大门上，我记得特别清楚，出机场的大门上面写着 push 还是 pull， 我不知道哪个是开门，哪个是推，哪个是拉，啊，就烂到这种程度。按理说我这样子哈，读本科过来，那就是肯定就是完了，对吧？就是这样的我，4年之后，几乎以全 A 的成绩拿到了我的学士学位。啊，那我的如果假设哈，如果我的课业这么繁重，如果每天都有课的话，我没有时间去学我的英语，赶上我的英语进步，那我怎么样才能把我的英语追上去呢？所以呢，我记得我那时候跟神祷告说，我说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学习，但是求主帮助我。那主是怎么帮助我的呢？我来的那一年，我的学校 TCU 重新设定了一个学位的这个规划，我们音乐学院的设置课程设置比原来少了1/3，也就是说我只用 take 2/3的课。那正是因为这样子，我才顺利的用课余的时间把英语补上去了。好，所以呢，很多朋友相信，哎呀，这是偶然嘛，幸运，对吧？这是你幸运。好，那我再给大家讲个经历。2010年的时候，哈，3年前，我那时候已经签了这个专业的经纪公司，哈，我有很多的演出那个时候。公司和我都想申请一个绿卡，这样方便出入。我想用杰出人才的方法当时去申请哈，因为你说投资移民我也没钱，对吧？当时我听说，第一，如果要申请这个杰出人才，博士生以下的学位的学生哈，一般是很难申请到的啊。我当时是本科刚毕业啊。第二，申请的周期非常漫长，几乎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可是呢，在申请的时候我又不能出国，所以这个时间怎么办？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后面的演出一大堆，我没有办法在这待半年到一年。我能做的只能做到我自己做的最好的哈，我把材料准备得很好，交上去了。我记得我交的那天，我还给牧师发了封邮件，我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现在把材料交上去了。牧师说，牧师好像是第二天回的信，好，没问题。然后我的绿卡顺利通过了。多少天通过的呢？从寄这个材料发出去到律师楼给我写信告诉我你通过了，9天时间。后来我给刘牧师打电话，刘牧师不相信，他说怎么这么快啊。也许很多朋友还认为这是偶然的运气哈。那么如果9天拿到绿卡是运气哈，如果 TCU 的这个设置课程是运气，那我前2年的时候被茱莉亚音乐学院这个最高演奏文凭哈这个录取也是幸运了。为什么呢？这个是全球最难的一个学位，他每年只招0到1个人进入他这个程序。也就是换句话来说，我经常喜欢拿这个跟人比喻哈，就是如果朗朗跟李云迪都来的话，只能进去一个啊，这样显得我比较厉害一点哈。我经常拿这个来做比较哈。但这是真的，只能录取一个。那么那一次有120个人来参加考试。我非常幸运地被录取了。那么我是历史上茱莉亚120年建校第2个亚洲人，所以啊，那又是幸运了，对吧？好，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在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被个电话吵醒，对方说，哎，你好，我们是文化部的文艺司。我说啊，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啊？中国的文化部的文艺司。他说是这样的，我们中央电视台准备搞一个光荣绽放中国10大钢琴家的一个节目啊，说邀请你回来参加。我说这个好啊，这个是吧，这个在中国的曝光率很好哈。但是我很莫名其妙的，不知道谁提的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谁推荐的我，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当选了哈。所以这也是幸运吧，是吧？如果这些都是幸运的话，那我这个生命中的幸运太多太多了。那如果我们生命中经历的好事儿啊都是幸运的话，
那好吧，你有你的幸运，我有我的幸运，我们有一点不同。什么不同？我知道我的幸运是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幸运是什么？我的幸运是不管我经历什么风雨，经历什么坎坷，我知道上帝都在我生命里保护看顾我。我的幸运是我知道不论谁离开了我，什么事情发生了，我失去了任何东西，上帝不会丢弃我，他会永远在我的身边。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他，我可以信赖他，我更知道他比所有人都更爱我。我的幸运就是我认识了一位像父亲一样的上帝。那么你知道你的幸运是什么？你所依靠的幸运是什么？难道是一大串看似很偶然几率的小概率事件拼凑到一起恰好发生了，好像夫人和太太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突然一下幸运的认识了啊？还是就是命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能碰上这么好的事儿啊。那么如果下一次你跟我都遇到困难，都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有我的上帝可以依靠，你怎么办？回到最开始我说的，很多人认为我们基督徒上嘴上经常说哈，感谢主，一切都因着主，是吧？还是觉得假，对不对？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上帝可以在你生活中，在你的人生中所做的大功，做的影响和对你的改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上帝呢让人学会了感恩，那这也是我体会最深的一个感恩呢，不是一个姿态，不是一个假惺惺的说哎我好感恩我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生活方式。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前两天在我回到美国之前，我碰到了李云迪哈，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钢琴家。我看到他这个很愁眉苦脸的哈，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看你现在这个在国内微博粉丝啊几千万几千万的，我说我才8000多哈，跟你怎么比啊？我说你看我天天还乐呵呵的。他说哎呀，他说你不知道，我觉得呀我很不爽，因为朗朗的音乐会比我多。这个不要传出去哈。我当时心想哎呦，李云迪已经有这么高的成就了，哎他怎么活得还是不开心呢？这个生活是他要的吗？啊，他这么高的成就他还活得这种觉得哎呀我不知足不感恩，他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了，他这样的生活我想不是他想要的。我就很感恩，我从一场音乐会都没有到我现在走遍了全世界所有五大洲30多个国家将近200个城市，我从一无所有到我有这么多的音乐会，我很感恩。我从拉着2个箱子来到我今天手里面拿着本科硕士最高演奏的文凭回到家里面，我现在和朗朗并列在中国10大钢琴家里面，在文化部贴着，我很感恩，我非常的感恩。我知道这些都是上帝对我的爱，是他所赐给我的。我知道当我开始感恩生命中每一个瞬间每一件小事的时候，我才是最快乐的人。所以感恩不是姿态，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谁能赐给你感恩？只有上帝才能让你知道什么是感恩，只有上帝才能让你感到内在的幸福。我们大家一起试试从一件最小的事情开始，比如你呼吸的空气。好，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想这空气是多么的珍贵啊，多么的重要，而上帝把这个创造完全赐给了你，赐给了我，我们只是不察觉啊。你还可以想，比起很多还在国内的人哈，我们大家都有很好的生活，有好的家庭，好孩子，对吧？上帝把这些祝福都给了你，你的生活这么快乐，那最值得我们感恩的其实是赐给我们一切的上帝。最应该感恩的是什么？最应该感恩的是，虽然你不断硬着脖子不肯承认上帝，不相信他，上帝还在那里默默地保护你，爱着你，给你所有的恩赐，等着你回家的那一天，这是最大的恩赐。人生真的太短暂了，我不知道多少人和我一样哈，过年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哎，怎么又吃饺子了？今年过得这么快，好像昨天刚过完去年的春节，是吧？纵使你再有地位，再有钱财，当你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你的这个幸运
在你生命的最后尽头时，你这个幸运还是在一小串偶然事件概率发生的时候，能挽救你的生命吗？能挽救你的灵魂吗？他能做怎么样能帮助你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定，我知道我的幸运就是我的上帝，他许给了我永生，他许给了我从死中苏醒，回到天上跟他一起作王。那个时候我是不是绿卡，是不是中国十大钢琴家，是不是茱莉亚的博士，已经不重要了。什么是永恒？这些短暂的荣耀算得了什么？最高的文凭，钢琴家的名头都没有用。回到上帝的身边做他的儿女，接受主耶稣与他共享天国的荣耀，这才是最大的幸运。最后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声朗诵一下我从上帝的话语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摘抄下来的一些话，我希望能让大家有一些帮助。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请。你说我太累了，神说我给你安息。你说我不够聪明，神说我给你智慧。你说我有很多事不知道该怎么办，神说我必指引你的路。你说我很害怕很沮丧，神说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你说我快撑不住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说我不能做成这事，神说你凡事都能。你说你真的爱我吗？神说我爱你。是，神是真的爱你，爱我，爱他所有的孩子们。朋友们，不要再想着那些偶然和幸运了，啊，让我们感恩上帝一直都在看顾你，帮助你，没有因为你不承认他而离开你。上帝爱你，他不愿意把任何一个他自己的孩子留在这个地上，所以他现在张开双臂正等待着你回家。我真心盼望着在座所有的人都能跟我一起回到天家，我真心希望在座的所有人都能跟我一起在天家里面荣耀的过荣耀的生活。谢谢大家。最后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曲子，这是作曲家格鲁克的一段音乐，描写的是天堂上的安静和宁静，希望大家来听。
八位音乐家他们的音乐、他们的诗歌、他们的见证分享后，我觉得好像已经非常的丰富了，已经非常的够了。那但是我花了好大的功夫准备了这么一篇的信息，还是让我讲吧。追求卓越的人生，这是每一位我们离乡背井、跨海越洋、手提的两个皮箱来到美国闯天下的中国人的心愿。有的呢，我们可能来是为了要追求更高的这个专业的成就；有的来可能是为了要追求更高尚的这个生命目标；即便有的来只是为了要追求一个更丰富的生活条件。但不论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来了以后都是卯足了劲儿，奋力地向着我们所定的这个目标前进。那么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这八位音乐家，他们用美好的声音、美妙的琴技来颂赞神，来传扬他们所信靠的神。各位，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他们只是在这个卡拉 OK 里面啦，或者是在练歌房里面这个唱唱歌、弹弹琴而已。这几位音乐家，他们在他们的专业上面已经下了十几二十年的功夫，经过了一段非常长的，而且可能是很艰苦的这样子一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就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是一样的。各位在我们的科学的领域上，在医学的领域上，在这个企业的领域上，或者是在这个文经财政的领域上，有的是在艺术的领域上，我们所付出的这些努力所获得的成就跟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付出了努力，我们在那边追求，我们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而我们今天也获得到了成就。所以他们在音乐上的领域是非常专精、非常有成就的。然而这几位音乐家，我们看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志，就是他们都感谢神赐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恩赐，赐给他们在专业上面有这样子的成就，并且呢也让他们有这个意愿来见证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也愿意把他们所得到的、神所赐给他们的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整本圣经的一开始，当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又创造了人以后，那么神就对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之后呢还加了一句话，一直要到你归了土。那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明白这个所谓归了土的意思了哈。神所创造的万物是为了人，神也要让人享受在其中，当然神也要让人在其中要管理。天地万物都是神给赐给人的恩典，可是人必须要辛勤的、劳苦的、努力的奋斗，为自己的生命要付出应当要付的这个代价，而且这个是必须终生都要去劳苦努力的。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并不是要我们单单的在那里我们说坐享其成了，神要我们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要遵循神的旨意，定定一个正确的人生的目标和目的。神要加给我们从他那里来的智慧和能力，神要我们在这个面对艰难困顿的时候有他的同在和安慰，而且神也要我们享受他的创造，而且不但享受他的创造，他还要把更丰盛的生命要加给我们。然而这圣经也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度尽的年岁啊，
好像一声叹息，在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之后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子来数算自己的日子，要有智慧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是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神加给我们的，我们应该要去拥抱每一天。因此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一定要去珍惜它，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去把握住它。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爱惜光阴。而这个爱惜光阴在圣经里的意思是要我们对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要善加利用。我们都想建立一个这个卓越的人生，而且我们中国人还说，他说百尺竿头还要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今天你很好，你还应该要更好，而且你在更好之后还要再建立一个更更好的一个目标啊！一直我们要去努力。而且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表彰他，也就是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我相信有许多朋友都已经定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人生目标，而且可能也都已经获得了这个很卓越的成就，那么都已经过着这个很幸福很美好的生活。因此呢，我们就非常喜乐地来拥抱我们现在的每一天。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在什么时候就会如飞而去。而我更相信的是，我们有许多朋友在努力这个奔向人生目标的时候，一定都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顿、挫折和沮丧的情况，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已经走不出来了，好像让我们就对这个生命好像绝望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这些音乐家们，他们愿意在他们的工作的忙碌当中不计代价来远渡重洋啊。那我说不计代价，那其实代价很高的。那么他们从有的远从意大利来，有的远从马来西亚来，那这个旅费在这个时候买飞机票，我们都知道好几千块钱美元，这是少不了的哈。那么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来负担的，他们愿意谦卑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用神所加给他们的所学所能来为神做工。当他们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要向人来分享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也就是要把神赐给他们的恩典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像方才我们听见我们这几位音乐家，他们的成就就是他们在音乐上的成就，但是他们想跟各位分享的不是他们的音乐，他们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从神那里领受的生命。像方才元杰弟兄他所分享的，他不是要让大家去听他的音乐，他乃是要跟大家分享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加给他的那个更丰盛的那个生命哈。所以神也要加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我把我们的心智给改换一新。圣经里面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就都变成新的。圣经里面说，神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其意义就是要让我们的新生命，这个神所加给我们的新生命，可以来表彰神，用我们的新生命来见证神。而这是一个极其崇高的这个生命的目的和目标。而父子的生命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是有神的保守和引领与我们同在的，是有神的能力和安慰与我们同在的，是有神他愿意为我们担负一切重担的。
是有神，他要加给我们平安、喜乐和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会孤单的，我们不会是无助的，我们不会是茫然的，我们不会是软弱，不会是担忧害怕。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的这几位音乐家，他们已经都得着这个宝贵的新生命，他们欢喜快乐的拥抱这个丰盛生命的每一天。那么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基督徒，我们也都得着这个宝贵的新生命，所以我们也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在拥抱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知道您珍惜您的生命，我知道您珍惜您的每一天，我也知道您想要建立一个卓越的人生，那我更知道您现在正在追逐那个卓越的人生，但我也知道您盼望有一天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每一天您就可以去拥抱它，好不好？就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好不好？就让我们低下我们的头，好不好？就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就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口说，神啊，我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的美好的新生命，我愿意拥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每一天。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只要我们愿意低下我们的头，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口手，只要我们愿意张开我们的口，我们就可以得着。在这个时候，我要想请问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您还就是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或者是您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您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生命的主，让你可以建立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能够跟神能够和好的一个关系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得着这样子的生命，可是您盼望得着的，您盼望得着的，好不好？您在这个时候，我刚刚说您愿意敞开您的心，低下您的头，伸出您的手，张开口说，主耶稣基督，我要得着。如果有的话，您可以举手，您可以举起手来说，我要得着。那么同时我也要跟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也要提出说，我现在的生命神已经赏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但是我更盼望这个生命能够更荣耀神，能够更见证神，能够更丰盛，能够更经历他。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我们也是一样低下头，敞开心，伸起举起手，向神张口说，主啊，我要得着，我要得着一个更新的生命，更丰富的生命，更荣耀神的生命，更尊贵的生命。如果有盼望，我们可以举手，好不好？我们这时候一起低下头来，一起做个祷告。刚刚我说，好不好？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低下我们的头，也伸起我们的手，向神张口说，哦，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在您的面前要向您献上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声音，说，主啊，我们想要得着那更丰富的生命，我们想要从您那里得着一个更新的生命，我们想要从您那里得着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好的人生，若是我们没有从您那里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我们就得不着。因此主啊，我们愿意在您面前说，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您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主啊，我要借着您使我的生命能够更新，借着您使我的生命能够更美好，借着您使我的生命能够更丰盛，也借着您使我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让我能够再活出一个可以表彰神的荣耀，能够见证神荣耀的生命。主啊，求主您垂听我们的祷告，把丰富的生命加添在我们里面，把更新的生命
加添在我们里面。主，我们在您面前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无论我们现在是举起了手，或者是张开了口，或者是我们没有举起手，或者是我们没有张开口，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已经向您敞开。主啊，就求主您把垂听我们的祷告，把那上面来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永愿意来拥抱这美好的新生命的每一天。恩主，谢谢您，我们将求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诗是个十三年前，有一天我在家里灵修的时候，我读诗篇六十三篇的时候，我心被恩感，写下这首诗歌，我就开始把我的位置从办公室，我就移到钢琴旁边，一边谱曲一边以经文的摘篇来写下这首诗歌。因为我常常回想，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全然的敬拜，有时候我们分心。这首诗歌让我们，包括小弟自己，我们常常鼓励自己，让我们的敬拜要学习操练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我们是带着全人的敬拜，上帝要我们全人的敬拜，带着身心灵的敬拜。这首诗歌我们录制在赞美的专辑。好，我们先我们同工们一起来献唱这首诗歌。
我觉得刚才元杰弟兄的见证还有牧师的证道都非常的令我印象深刻，你们还记得他们讲了什么吗？记得。大家在笑，是不记得了，还大家都还记得他们讲了什么吗？记得。元杰弟兄说他知道他的这些幸运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也深深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一位神与他同在，保护他，看顾他。接下来我要献的一首诗歌是《拥抱每一天》。我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诗歌当中，我们一起的有一个回应。无论是你今天听到元杰弟兄的见证，还是你听了牧师的短讲，我盼望我们在这个时候有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有一个回应的时间。那我也很盼望弟兄姐妹，如果这首诗歌你看到这个，你听到这个歌词，你也觉得阿们的话，我也欢迎你一起来张开口，跟我一起来回应。生命与气息。
弟兄姊妹啊，等一下我唱这首诗歌是在圣经里面只有一篇啊，一章的圣经叫爱章，就是记载在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叫啊这个歌名叫真爱涌泉。献唱一首诗歌，是恩斌老师在三年前的复活节他写的一首诗歌，为了纪念上帝为我们主耶稣为我们受难并且复活，他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恶。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所有的重担、忧虑、罪恶都可以写给他，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引领我们进入光明，让我们依靠他。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这首诗歌录制在《赞美》的专辑。好，这首诗歌原本是有这个投影，然后有这个同步的音乐播放，可能就是上的问题，或者是还没有这个弄到，所以我们稍微再能耐心的等候。好，我们就先唱感恩的心，就是接下来的感恩的心，我们稍后我们再唱时叫我们来。现在我们就有请白云老师为我们献唱感恩的心。在座的弟兄姐妹平安。好，这首感恩的心也是我们的团长温斌团长的他的作品。这首诗非常的感动我哈。他说，献上感恩的心，献上生命活祭，发出内心赞美，主我敬拜你，如今因信靠耶稣，人生充满新希望，我虽软弱主刚强，我虽贫穷主丰富，每日享用主恩典，在基督里得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生命中有主同在，无数恩典常感恩。那么今天呢，我很非常的高兴呢，有那个与我们的那个刘牧师共享了一段就是这种对话啊。白天我们出去的时候，我就问，我说刘牧师啊，我说当牧师是不是很不容易哈，要有很好的耐心。那么他就与我分享啊，如何面对逆境也好，还是顺境也好。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哈，有机会与刘牧师一起的共同分享哈我们主的爱，也能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主的爱。那么呢，我下面给大家献上一首这首《感恩的心》，愿大家呢在生活中无论是遇到顺境也好，还是逆境也好，都试试看怀着感恩的心，那样我们的生活会充满快乐，也充满了幸福。
想每一位基督徒他能够发自内心的唱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是因为他知道十字架的爱充满他，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感谢上帝。再来献上这首《十架妙爱》，纪念上帝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下半场的时候，我就回想我的人生，我更要珍惜生命。当我40岁那一年，突然间我想起来去身体检查，我吃得好睡得好，身体检查之后发现我的血糖高，我觉得莫名其妙，我40岁的人怎么会血糖高？现在我来这里，我是带着药，我一天要吃3颗药，因为这个年龄血糖高需要把它治好。所以当我知道拿了血糖高之后，我就更加珍惜我的生命，更加爱惜光阴。我们能够参与宣教，其实宣教不是一定要去远方才是宣教，在我们近处，我们走各种的步道也是宣教。今天我们各位同工来到这里，我们能做的，我们参与普世英语宣教，为神做一点点的事情。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参与普世宣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平时我们做个人布道也是宣教，我们走入人群。接下去小弟献唱这首诗歌《宣教的人生》。
仿佛引导尽最远方。
们最后献唱愿主赐福给你。当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请弟兄姊妹一同来站立。我们唱完这首诗歌的时候，请刘牧师先有一些报告，我们再唱这首诗歌，还是先一些报告，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好。感谢神的恩典，恩韵诗班在我们当中不仅分享美好的音乐跟见证，同时他们也录制了他们的创作和他们的这个 CD 哈。那么这些光盘呢，都摆在在这个 lobby 里面。如果您希望把它带回去，或者您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常常听。或者是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传福音的礼物来送给您的朋友，那么就可以在外面去买哈，一片12块钱。那么如果这里有有六个不同的这个 CD 合在一起是72，但是您可以个别选择哈，不一定是要全部要，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跟各位报告，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收奉献，那么我们是希望借着我们可以在这个金钱上对这个对这个恩韵诗班的一个支持，一个也是一个对神的一个感恩哈。那所以待会儿我们会要收奉献，那这个支票呢，您的抬头可以写给我们教会，就是荣耀华人敬信会，英文是GCBC。那么完了底下要附注是要为着恩韵诗班，那么然后我们之后就把这个金钱这个奉献收集起来转给他们。那么接着我们请汤牧师您可以介绍一下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明天的一些活动。那汤牧师是在达拉斯的第一华人敬信会的牧师汤牧师。说来话长了，我想我们就是因为我这个今年的4月底的时候呢，到澳洲去旅游啊，去 cruise 啊，因为中间呢经过一个主日，所以呢我就想呢，主日总要做礼拜嘛，所以我就问看欧洲有没有教会啊，我经过罗马有没有教会，可不可以去参加，有点沟通，也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讲到。那次呢就联络上了吴恩斌，他就来接机，那所以呢在飞机场到那个。他教会的路上呢，师母是学音乐的，所以他一听那个文斌放的这些音乐呢，他说这个唱歌的人呢都是音乐家。师母一听就知道，因为我们在这里都听惯了那个赞美之泉啦、星星啦之类的音乐，他那边的诗班呢就是大概一个是声乐的，其他的人呢就是普通的诗班班员了。所以呢，我就觉得师母就觉得这个一定要邀请他到我们这里来。一问呢，他刚好是9月要到美国来旅行演唱，所以呢我们就邀请他了，那然后就筹备到现在。那就像你们教会一样，我们在邀请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是没有预算啊。那这个预算问题呢，不是只有我们有，因为我们4月才预备的，那去年就应该预备的，可是没有。那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到现在筹备到现在呢，我发了好几封信出去。那你们这方面关于这个节目单上的这个在我们教会的节目呢，是我发出去的第一封信，那个第一封信呢到后来改做2次修正了。那这个现在呢晚上呢，明天的晚上我们是节目一直到9点半，那么这里直到5点。那中饭呢本来说是自由奉献，后来说就收费了，就是6块钱一餐。晚饭也是，你如果要吃的话你就收6块钱一餐。然后呢那个早晨呢，我们是崇拜的意义跟音乐侍奉的专题是自由奉献，我们有一个奉献箱放在那里，就不收费，免费你参加，可是自由奉献，欢迎你支持他们的音乐施工。那然后呢，下午如果你参加声乐训练呢，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45分呢，这个呢就是这个有声乐训练啊，他们分小组，分成7组，每一个老师好像我们现在最后说是6组，因为他们分4部，然后赞美小组呢有一组，然后呢有潜力将来要带诗歌的人有一组，那所以呢一共是6组啊。那么这个声乐训练，那你们都愿意听，你们都听了他们唱歌了，我相信你们愿意来接受他们的这个培训啊，来学学
学的唱的更好一点啊。我也是学过一点的，我虽然是也是跟你们一样参加这种一个下午的这种声乐培训啊，培训出来的啊，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的受训，就知道有帮助的啊。然后呢，星期天我就不指望你们都去我们教会了，我们教会呢是有一个完整的圣乐崇拜啊，那我在中间呢会讲到大概15到20分钟啊，那这大概就是我们教会的节目。是，我们有一个图在他们是在 Plano， 所以我们看到底下有一个是635，我们从这里去经过机场到达拉斯去635，在635我们看到这边有几条路啊，然后就在那个Hillcrest 在这个地方。如果您想要明天也去参加的话，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地图，我们可以去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要请我们同工就是我们有没有哪位，您是我们刚刚说您今天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们对您不是很熟悉，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跟您有一些交通分享。那么您可不可以举手让我们看见您是第一次来的？啊，走了。哦、OK。那没关系，那么但是待会儿我们在 fellowship， 我们有 fellowship hall 里面有个茶点，我们可以在那边有一些交通和分享啊。那一个再一个呼吁，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把我们的生命要献上，迎接神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那我们好不好就请来唱。愿主赐福保护我们。那么待会儿我们完了以后就是正节。我们唱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请慧总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唱。第一次我们先来唱，愿主赐福给你。